看看，哇，这大风大浪过后啊，哈的，这鱼都给吹出来了，看到没？哇塞！哎呦，哇，这这鱼这么长，看到没？哇塞，这个嘴巴这么长，这吃个饭喝个水的，这费不费劲呢？啊，看这么大长嘴的鱼啊，啊，这是什么鱼？嘴巴这么长啊？哇，再看，这里有十多公分，这个尖牙，尖牙了嘴的啊！哇塞，这个回家红烧一下，我闻一下，哎，还行啊，还挺新鲜的啊，熟了。嘿嘿，哎呦，我去，这个在玩水呢，这个看到没？这个在玩水呢啊！哎呦，哎，逮住它了啊！有一些皮皮虾，哇塞，别被它屁股后面的刺儿扎到了啊！扎到了那可疼了啊！走，这里边躲了一只小螃蟹，看到没？在这呢。哎，我操，不能被它夹到了啊！哎呀，这个怀孕了，怀上了！哎呦，看看，都能看到螃蟹的模样了啊！这个哪里放生的啊？是吧？不能抓的。好，躲好了啊，别被别人发现了，给你盖上。要想生活过得去啊，头上得带点绿，好吧，走吧。哇塞，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吸的可真结实啊，哈哈，这是一个鲍鱼哦，趁野生了啊，这个好吃啊，回家给它蒸一下，放点蒜蓉，哇，老香了。赶海啊，你得仔细的找啊，看来这里就发现了一个文蛤蜊，这个花纹还挺漂亮的啊，看到没？这个回家蒸个鸡蛋特别鲜，鸡蛋也提味儿，它也好吃，收了啊。